这是一个非常嗨的一个 live， 应该会把现场燃爆。到今天为止，我最喜欢的一个舞台。断了吗？年纪越大，我听的东西越来越重。喜欢这类型的人，不是怎么的好人。也想知道你弹贝斯弹多久？差不多两年。那两年是不是也是可以？以前恐龙时代的时候，暴龙就是这样子。整场表演感觉大家状态都不在里面，没有乐队的热情在里面。我想看到一个新的东西。你今天用了一首你自己的成名的歌曲吗？我会觉得不太像是一个乐队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一针见血。你说现在的20岁是不是很厉害？子琪姐一开始说她有一个特权，你的特权到底是什么呢？下一场的公演里增加一个他们想要增加的乐器。特权给到。